七年，四三年入伍，我那年就上。成绩我可以报的。先进，我们在这里等各位好多年了。这是一条漫长的烈士之路，我谢谢各位回来看我们这些袍子，看我们的官长，看我们的弟兄。将功终臣，你太儿李老人家受苦了。Thank you.